今次去鸿图道呢座工业大厦，地址系鸿图道90号翠屏河名渠旁边。呢座大厦咧，地下至楼上几层咧，都系餐厅嚟嘅。今次就上5楼啊，呢间餐厅类似酒吧嘅餐厅嚟嘅，大家睇睇。今次食佢哋嘅午餐，98蚊至148蚊。每个套餐仲包啲咩食呢？沙律任你食。餐汤任你饮。山果甜品任你食。最大嘅惊喜就系红酒白酒任你饮。好啦，到主菜，黑松露野菌牛柳粒意大利饭。黑蒜帆立杯大蚬意大利粉，德国猪手，最后梗系要食埋雪糕至系圆满噶啦。每个餐咧仲包一杯普通饮品。總括嚟講咧，用100多蚊食到自助餐咧，佢嘅食物咧就可以接受嘅。中意影片就贊好同分享，拜拜。